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SD100， 我是团长 Steven， 我是小杰，我是江南，我是严庆，我是齐磊。我们的首张同名专辑 SD100 已经发行了。想得到超可爱的巧克力造型耳机，还有我们私人小物吗？快上 hitradio.com 投票选出你心中的钻石男孩，就有机会得到我们送出的礼物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D100 的小杰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5.5。请你听听我的告白，对你崇拜，爱着说着傻，没人可以替代你的灿烂。明明已经和结束已经慢慢不下来，我活的存在只为你而存在。太极拳，那太极拳呢是我在高中大概考大学的时候所学习的，大概学习了有3-4个月这样的时间。然后呢现在我展现的是太极拳的一段，就是当中的一些走进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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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我要走得你开怀啊，快乐满满。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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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你的美丽在呼唤啊，这份爱将你藏进我的口袋。好，谢谢，希望大家能够接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SD100的严庆，那今天想为大家带来的才艺是1分钟素描小长直哦。那开始了，那首先先定出头还有下巴的位置，再把人中的鼻子这条线先给画出来。那一般人的眼睛眉骨这个地方是在整个头的比例1/2再上去一点这个地方，那也就是这个地方，所以说眼睛的这条横的线就是我现在画的这条线。对你的感觉，哪怕永远会走远，昨天今天明天，别管多少天，冲向爱上这瞬间。爱着说着傻里呆萌，请你听听我的告白，对你崇拜。爱着说着傻里呆萌，没人可以替代。听大家，大家记得投票给我。不下来，我活的存在只为你。现在呢 ，Steven 给大家唱两小段，是模仿两个人声音。第一个是萧敬腾，萧敬腾有些比较长的动作呢，他会侧着站呢，然后手也会放在这边，然后这样唱，跟我先示范一下，好，翻一下声音。你相信吗？这是命吗？这次我们放弃抵抗，哪怕拥抱在身上，画下深深的伤。好，萧敬腾的声音呢是有一些沧桑，里面呢带有一些质感。好，下面模仿一个阿杜，好不好？反正一样都模仿沙哑的声音，带来一首阿杜的叫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，可以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会全心全意爱你到底。哎，上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，谢谢，给我投票。你会喜欢，你才可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SD100的齐磊。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了吉他的弹唱。灯光也暗了，音乐也响了，口中的棉花糖融化了，窗外光天了，人是无聊了，我的心开始想你了。
可以投票支持我，谢谢。我不需要再离开，你是我的爱。